心里。Rock and roll， 我是傻傻手。Let's rock and roll， 傻不傻的傻。是大开金嗓，奥运羽球男双金牌得主王麒麟惊喜登台，现身桃园万圣城。突然加入谷谷吕思伟和萧秉志组成的限定团体 GX 合作唱跳，除此之外，三人还在台上打起羽球，把限定的签名羽球送给台下观众，尖叫声不断。不过王麒麟可以说是行程满档，27号还和好搭档李阳公开合体，做一些简单的保湿，保湿最重要，还没有就是很。刚刚想说他的保养为什么要看我？他想要看一下他好搭档。我想说能不能把你的面膜偷来用？不要偷我的面膜，面膜我的。不改以往，互开玩笑，果然是熟悉的黄金组合。而为了亲眼看到他们合体出席活动，粉丝们早早就来活动现场卡位，就是要等林洋配一下台，立刻冲上前要合照。不过随着李洋退役回归校园，王麒麟继续征战国际比赛，两人未来的路看似分道扬镳，但其实都是在为台湾羽坛努力争光。因为我还是在持续参赛，所以就是接下来就。下礼拜天就会在出国比赛，连续3个礼拜。那希望就是在下一届亚运会、奥运会都还是有机会可以参加。回到学校，然后希望可以培养更多后进，可以参加国际赛事，为国争光。透露未来规划，李阳、王麒麟在各自的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